哇塞，不得，哇塞，它的好，但它的自动对焦追踪的这个功能，我们就单讲追踪这个功能，其他的我觉得其他人应该分享比我详细，但是追踪这个功能真的是太赞了，就是你追踪一个物件，你假设你对焦这一个点，那你追踪追追，然后它不见了，或者是你直接晃到其他地方，然后再对回来，它还是可以再辨识到同样的位置，然后再持续追踪，就你完全已经移出画框了，然后你再拍回来，它还可以再持续追踪诶，就其他相机应该就是如果移开，它可能就已经消失了，然后无法再辨识同样的位置。但是这一台可以，你就这样拍一拍，然后再回去，它可以辨识到同样的位置，然后再持续追踪，这真的超强，就是应该是有 AI 的什么东西在里面，然后去让它记忆说哦这个点怎么样，然后持续追踪，反正这个超棒的，我真的超喜欢。